咱在地农特产品米食的品尝大会，以及呢，让来热爱篮球活动、我们健康的休闲活动的三日三啊活动的盛事啊，这届活动呢是咱永进的属于永进的支持啊，这几年来所办理。伫个活动，咱特别感谢咱的指导单位、彰化县政府、彰化县议会、行政代表会，得到咱的肯定，对咱个活动呢，会甲咱支持甲帮忙。呀，这个活动呢，所有计划啊，今日应景工作啊，要特别感谢咱应景乡的二十四村，咱的村办公室，更加感谢咱二十三社区发展协会，因为透过我们社区美食啊，咱的妈妈啊，对着因的展开手艺展现的。各项在地美食的啊，那个热食，而且呢啊，也比今日咱每地朋友有我这机会，向所有来参与今日活动的乡亲士大，祝大家合家平安，事业顺利，家庭美满，是运用着咱永靖在地农特产。那么农特产呢，可能乡亲大家感受，咱的老友，老友是归档啦，永靖在地呢，讲农作物。那么老友。除了槟榔以外，今仔日呢，咱的山农终于做咱的茶叶蛋，终于做咱香油，终于咱的做咱的香肠，还有咱的在地啊，咱的龙特产啊，林东东啊，咱的金龟，咱的金龟米粉，还有咱的跳蚌呢，还有萝卜饭啊，萝卜饭、凤凰饭等等呢，还有咱的在地所种的花，咱有做黄麦粿。啊，好，咱在地的，是以在地在地的产品吼，啊，更加咱的用心，咱的耐心，咱的细心的品尝，谢谢。